对，那谢金燕也有到会场，因为我们都是小时候有相处在一起的，对，所以对会了，希望阿伯这样照顾他一下。现在算圆满了，对。那我们想要知道说，因为他有一个记忆典藏的宝盒在里面，对，然后可以一直一辈子陪着姐姐哈，对，我们把它放了一些什么东西，希望一辈子能够陪着姐姐。其他。他生前就讲过，是希望他可以跟他的狗狗放在一起，狗狗的骨灰我带来。那爸妈因为今天不方便送，所以我明天会找时间再来一趟。找对，改天有时间会再来一次。这个地方还算姐姐会喜欢的。应该是他会二姐会蛮喜欢的地方，因为毕竟风景啊，然后草原，我们等一下坐车出去看，我会出去看一下，应该是他会蛮。会不会跟阿北讲一下，说姐姐在这边，当然、啊、常常跟他聊聊天，当然陪伴他，当然希望他可以就照顾一下姐姐这样子。对，那谢金燕也有到会场，因为我们都是小时候有相处在一起的，对，所以对会了，希望阿北这样照顾他一下。你刚才送姐姐到新家住了哈、那有没有跟他说什么？就要在这里放心了，然后就是希望他跟着光走，光就是因为他临走是说希望大家为他祷告嘛，他是基督教的嘛，所以基督教基本上就是那个光会接他回到天父的身边，这样对我们身心之间，然后很谢谢这么多人，不管是电视机前面的，然后网络上面的民众关心他的。不管佛教、道教、天主教、基督教，就是帮他有祈福祷告的人，我们都非常的感谢，谢谢他们。然后我希望这些祷告二姐一定会收到，在天上，他会过得很好的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看北马好，谢谢。